什么要提全年呢？因为全年有哪一位没有去过全年的啊？大概一个礼拜大概会去过一次吧啊！啊，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我们常常进去全年，所以去那边啊就想啊，这个人啊顺便拿个药，顺便调剂个药啊。那因为全年全时有800多家啊，800多家，那现在他们如果拿10分之100的话，我们这个就一列列啊。之前我也提议过啊，我们希望在这个自由社会里边，我们是阻止不了人家开业，但是我们有的是力量。我们什么力量？我们有的是消费力。假使我们药剂师能够联合起来，全国将近7000个家庭，药师有三四万个家庭，这些的人口不去啊、那个全年消费，今年的赠品是什么？我们常常都在送全年的礼券，我也要把它抵制，我们不买全年的礼券，我知道，就多讲一下，反正那个黄理事长啊，那个雷任没有问题啊，那待会到处大家啊，那选举方式有很多种啊，我不便说，但是他没有争议，因为人到中啊，那我讲了这么多，就是要让他给大家了解一下，那不然我们各位会员都不知道。我们到底在做哪些事情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既然我那个护理市长啊，其他要接了，我讲太多，后面的人都没办法讲了，那就讲到此为止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谢谢。谢谢啊。